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总理会晤中国中东投资集团，商讨在泰国建世界最高摩天大楼。为进一步推动软实力，政府计划将23项世界级活动引入泰国。交通部透露，联合票务系统有望明年正式实施。中国市场逐渐转好，每月6万游客从昆明前来泰国。第69届曼谷珠宝首饰展创收39亿铢。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日前会见中国中东投资集团，希望在泰国建世界最高摩天大楼。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日前会见了来自中东和中国的资本集团，吸引资金计划在泰国建设全世界最高大楼，并暗示孔堤码头毗邻湄南河2500代区域是目标地。赛塔总理日前会见了来自中东和中国的伊玛集团、博洛集团和维敦集团等不动产开发集团，这些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他们曾经建造过哈利法摩天大楼，并计划在泰国建造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政府发言人蔡瓦切隆透露，这些资本集团的目标是在泰国城市进行这项投资，并在谈判中总理提出了挑战，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前来泰国。他提出，如果有人愿意在这个领域投资，不仅要创造一个新纪录的高楼，还要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然而这并不是一项已经达成的协议。政府发言人蔡瓦切隆表示，由于泰国有许多项目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例如搬迁曼谷的孔堤码头项目，这将释放出2500代的土地，靠近湄南河沿岸。在孔堤码头地区有许多可以开发的项目，政府将邀请私营部门投资，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私营公司。最高楼可能是搬迁孔堤码头项目的一部分。未来这些项目的发展可能会相互交织，我们正在积极寻找扩大在泰国城市的投资机会，有一天可能会达成共识，这种可能性正在逐渐的接近。总理的管理方针是努力使得一切走向统一方向，不同的机会将会自然的汇聚在一起。为更强劲的推动软实力，政府计划将23项世界级活动引入泰国。政府正致力于将23项世界级活动引进泰国，涵盖音乐、运动、美食与生活方式等领域，旨在打造世界级活动中心，支持国际活动组织者，同时支持泰国本土的活动组织者，以提升本国活动达到国际水平。
助力增加全年旅游收入达到35000亿铢，推动泰国成为世界级活动中心是推动旅游业的五大主要策略之一，旨在提升泰国旅游业，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以及延长游客平均停留天数。该策略将与所有相关部门的合作整合，以打造世界级体验，吸引游客。泰国旅游局长塔普林女士透露，今年度观光业的目标是实现35000亿铢的收入，将泰国打造成世界级活动中心，是促进旅游业的五大主要策略之一，旨在提升泰国的旅游水准。此外，泰国旅游局也将支持泰国主办的活动，如著名的 S20 泼水音乐节。这项活动目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同时也将在泰国各地创造和扩大具有潜力和独特性的活动，将提升至国际级别，并将收入分配给不同的府治，将世界级活动引入泰国，旨在吸引游客并提升泰国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度，成为世界级活动的主办地。我们关注音乐、运动、美食和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未来3个月到6个月内将有连续举办的世界级活动在泰国推出，已确认的将在泰国举办的活动也将陆续的亮相。交通部透露，联合票制系统将于明年实施。交通部透露，关于实施联合票制系统的时间表，预计将于明年正式实施，希望能规范轨道系统以及设定票价上限。交通部指出，还需要设立联合票制基金，用于补偿每年70亿到80亿铢的票价差额。根据宋干节长假铁路系统的出行统计数字，显示泰国民众的出行行为已由原来偏好陆路或者使用私家车出行，转变为铁路出行。因为轨道系统是一种快速、准时，而且能够一次运送很多乘客的公共交通系统。根据交通部对今年宋干节长假全国公共交通出行的统计数据，本月11至17日，总共7天，出行量为1754万1000多人次，增长7.4%。铁路运输系统的服务利用率最高，占了44.6%，其次是公路运输，占了33%，空运占了12%。水运占10%。轨道厅透露，宋干节长假期间搭乘铁路系统出行的人数统计，累计出行人数超过78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23%。城际火车出行量增长16%，曼谷及周边地区捷运系统出行量增长23%。反映出人们更有兴趣选择轨道系统作为国内的主要出行方式。根据人们转向使用轨道运输系统的发展趋势，交通部正在积极推进联合票务系统管理法草案的实施工作，以让广大乘客在使用服务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并有助于管理成本、票价和服务标准，为广大民众提供方便，即仅需一张票就可以在全国支付火车票。目前交通部已设定推动联合票务系统的实施步骤，包括了一、联合票务系统管理法案于今年4月内向联合票务系统政策委员会提出提案以供审批，然后在5月内向内阁提议审批，内阁则于今年12月到明年7月期间提交议会审议，然后在明年8月或者9月期间公布实施法案。二，在明年9至12月期间发布相关公告。三，建立联合票制促进基金，于今年1月向中央会计厅和循环资金管理政策委员会提议，以设立基金。
在明年9月到12月期间正式设立基金。中国市场逐渐向好，每月6万游客从昆明前来泰国。泰国旅游局昆明办事处负责人表示，中国旅游市场好转，从昆明前来泰国的中国游客每月大约5到6万人。中国驻清迈府副总领事指出，今年是泰中签署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8周年，相信泰中旅游业会越来越好。泰国旅游局组织的2024年泰国泼水节摆车自驾游活动，是一个以房车旅游的形式促进旅客前来泰国的项目。泰国旅游局昆明办事处与中国6家旅行社合作，提供泰国房车旅行套餐，为期7天到25天，价格在25,700铢到116,300铢。今年共有100多辆房车参加，300多位中国游客前来泰国，套餐销售额超过2000万铢。泰国旅游局昆明办事处负责人乐迪表示，房车旅行是刺激中国市场旅游的另一个渠道，可以让中国游客轻松来到泰国北部以及各个地区。昆明非常有潜力，中国游客可以乘车、飞机、铁路前来泰国，而且经湄公河的游船航线可能会再次开放。因此7到8月暑假期间，中国房车旅行套餐将会重新开放销售，预计会受到更多关注。目前从昆明前来曼谷、普吉岛和清迈的中国游客人数大约每月5万到6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会持续增加，因为过去泰国旅行社不断在泰国进行路演。最近中国祥鹏航空有意开通昆明乌龙塔尼府航线，如果该航线能够开通，将促进更多中国游客前来泰国东北部地区旅游。泰国旅游局北部地区负责人潘洛农表示，目前平均每天前来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不少于2万人，尽管仍然与2019年不一样，但认为中国市场好了很多，因为航班和经济仍然受到限制。今年中国游客人数的目标是730万人次，今年前2个月的人数已经达到200万人次以上。清迈府仍然是中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不少于50万游客来到该地区，创造超过25亿铢的收入。根据中国驻清迈府副总领事表示，清迈府是泰国北部地区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中心，它在地理上也透过湄公河与中国相连。泰中至今年3月1日起互免签证，加上今年也是泰中签署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8周年，促使两国旅游业开始随之改善。对于刚在泼水节或者宋干节期间出游的中国房车车队来说，他们能够体验到清迈府良好传统的氛围，因此希望所有中国游客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并尊重泰国的法律，文明出行。中国领事馆已做好准备，为大家安全出行提供支持与协助。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